今日嘅伊资个股推介系香港电信6823。经济日报嘅投资热话组拣选原因系因应美国加息步伐提速，现时拣收息股预测息率啦，适宜喺6厘以上为佳嘅。香港电信个电盈利啦增长稳健，息率高企。2022年、2023年个预测息率达到7.2厘同埋7.4厘，并且连续11年增加派息，可以作为收息股嘅选择。咁啊，香港电信自2011年上市以嚟啦，股息每年都有正增長，歸因於集團的現金流強勁，所以派息政策亦都穩定。由2012年起去到2021年，全年派息都相當於集團的全數經調整資金流。其中今年上半年每股派31.36仙，現價股息率7.2厘。根據彭博綜合預測，香港電信2022年每股派息增加1.9%，去到7.41毫，明年會增加2.5%去到7.6毫嘅，而2024年預測增加去到7.76毫，2022到2024年預測股息率分別係7.2厘、7.4厘同埋7.6厘。走勢方面，以周線圖分析，目前香港電信繼續是沿著上升軌向上，建議等候上升軌附近大約10元吸納，以8月份的高位10.8毫為目標，跌穿3月低位大約9.5元就止蝕。